经理。屌你老母臭閪警察，屌你老母臭閪警察，屌你老母臭閪警察，臭黑衣养明，臭黑衣养明，臭黑衣养明。臭黑衣如一名殺警察，臭黑衣如一名殺警察，臭黑衣如一名殺警察，臭黑衣如一名殺香港人，臭黑衣如一名殺香港人，臭黑衣如一名殺香港人。臭黑衣如一名打警察，臭黑衣如一名打警察，臭黑衣如一名打警察。臭黑衣如一名打跛警察，臭黑衣如一名打跛警察，臭黑衣如一名打跛警察，臭黑衣如一名斬警察，臭黑衣如一名斬警察，臭黑衣如一名斬警察。臭黑衣如一名見人就斬，臭黑衣如一名見人就斬，臭黑衣如一名見人就斬。臭黑衣如一名發布殺警言論，臭黑衣如一名發布殺警言論，臭黑衣如一名發布殺警言論，臭黑衣如一名發布仇警言論，臭黑衣如一名發布仇警言論，臭黑衣如一名發布仇警言論。
充斥血汗、辛勞和體力，包括屋企人擔心警察的生命安全。警察每日執勤，雖然他一執勤幾千億萬人全部都是警察，但是他冒著的生命危險啊，比任何工作都大。他的工作價值和意義比任何工作價值都高，沒有東西及得上警察的，這個世界上。臭蝦子如果明最喜歡殺警察的，殺個不穩定，見警察打，見警察殺，單到他斷手斷腳，單到啲警察跛手跛腳，有盲眼又變肉醬，彈爆他盲眼，擠撚爆他口，等他以後講不穩到嘢，乜柒等以後做不穩到嘢，停止幾大，停止警察的一切工作，臭蝦子明停止警察一切工作，臭蝦子明停止警察的功能性。和停止警察的功能性組別發揮的function發展的功能性組別，反正警察只要發揮它的功能性，這個世界就會邁向天堂。臭蝦子明要將這個世界邁向地獄。臭蝦子明就算化身成阿修羅，都要殺死全部的警察。殺警察啊！好啊，殺警察，好啫。飲奶茶食朱古力食薯片，飲奶茶食朱古力食薯片。警察呢就警察是食煙喝酒叫雞叫小姐包夜住酒店食住助餐賭錢去桑拿去夜總會去酒吧去一流一，反正警察咩都消費嗰啲嘢，全部都有佢份噶啦。關於女啊、煙啊、酒啊、女啊、賭錢啊、毒品啊咁樣，警察都係會消費同幫襯嘅。咁每日都係重複又重複啦，咁樣盡曬咁樣樣啦。警察啊吸毒噶啦，警察啊叫雞噶啦，警察就食煙噶啦，警察就飲酒噶啦，警察就去夜總會噶啦，警察就去酒吧噶啦。警察就去卡拉 OK 噶啦，警察就去 disco 噶啦，咁警察啊吸毒噶啦，警察就賭錢噶啦，警察就做王噶啦，警察係做女噶啦，咁成個香港人係做女嘅咁樣，就係即係做龜公啊，警察又係做女嘅，即係做龜公嘅，香港人就做雞頭啊，咁警察又係做雞頭嘅。咁香港人咧係做馬夫嘅，咁警察又係做馬夫嘅。咁反正警察同香港人咧就騎撚住啲，騎撚住人哋老婆，騎撚住啲靚妹，騎撚住啲女乞衣啊、臭乞衣啊、臭女乞衣啊、良家婦女啊，成世做雞啊咁啊，就係跟住咁啊，就係就交曬俾啲錢俾啲警察啊、香港人咁啊，咁啊就係咁樣樣咯。咁佢哋仲爭落一筆數添㗎，嗰啲做雞嗰啲女仔，咁做雞每個都係貼錢做噶，咁啊中錢係貼錢嘅，貼錢俾中錢咯，俾自己中錢再貼錢俾個客，仲要貼錢俾雞頭，條數全部都係五六十萬億兆咁樣樣，計港紙計美金咁樣即時匯率啦，你可以自己調翻匯率，美金又得，港紙又得，你自己教啦。咁反正呢個係妓女同雞妹嘅自由嚟㗎，個匯率係你中意買出買入價，睇個曲線平衡，睇個陰陽足又好，睇個50天、30天曲線、180天線又好，投資邊個
邊個香港人客仔啊，邊個警察客仔做雞頭馬夫，中意買邊只馬，邊個龜頭啊，跟邊個龜頭啊，邊個客仔啊，都係妓女同埋即係妓女，即係觀世音菩薩啦，飛來飛去屌閪嘅，咁都係妓女嘅自由嚟嘅，都係雞嘅自由嚟嘅。所以雞咧其實係好撚自由噶啦，可以分配自己嘅財產啊，同埋自己嘅身體咯。就雞係可以好自由咁分配自己嘅身體，用自由意志去支配自己嘅身體嘅運作。好明顯咧，雞咧，妓女同女乞兒咧做雞咧，跟馬夫做雞咧，接客咧，接警察屌雞咧，警察屌觀世音菩薩咧，警察屌人哋老婆咧，警察屌女咧，係條女咧，即係雞咧。即係妓女咧，佢係有自由意志去支配自己嘅身體，同埋用咗自由身體去支配自己嘅自由精神。喺精神同身體同埋心靈，仲有自由精神去支配自己嘅自由心靈。喺心靈、精神同埋身體嘅合一上面咧，作出一個妓女行為。從事妓女咧，去貼錢咧，去謀取一個性，去謀取一個性快感。一個性快感咧，好吸引咧。觀世音菩薩，因為觀世音菩薩係好中意性快感。當人哋黑仔嗰陣時候，即係黑衣啊，唔係黑衣啊，黑衣咧係黑衣服，即係黑件衫翻。仲有警察，你明白？近處啊得食，近水樓台啊先得月。
臭乞兒如一名孫悟空，觀世音菩薩天主教。臭乞兒如一名孫悟空，齊天大聖，觀世音菩薩天主教。臭乞兒如一名孫悟空，臭乞兒如一名孫悟空，齊天大聖，觀世音菩薩天主教。唔算啦，齊天大聖孫悟空，孫悟空齊天大聖，齊天大聖孫悟空天主教。臭乞兒如一名觀世音菩薩天主教。反正臭乞兒如一名是孫悟空，臭乞兒如一名是悟空來，反正臭乞兒如一名是孫悟空，臭乞兒如一名是悟空來。那悟空呢就是會殺殺所有警察，臭乞兒如一名是悟空，悟空是會殺殺所有警察，臭乞兒如一名是會殺殺所有的警察。反正很簡單啊，臭乞兒如一名要殺殺所有的人，臭乞兒如一名是神來，要殺殺所有的人，要所有人死，人人都要死在臭乞兒如一名的棍下面。臭乞兒如一名，譯文詠春。有人很多時說詠春是一套女人拳，但我臭乞兒如一名認同，因為我都是打詠春的。大丈夫啊，大丈夫的事。想不想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恶照汗青。我最佩服的是岳飞和屈原。岳飞为了国家死，个个都害鸠他，结果都死了岳飞。岳飞一个人就是带领着杨家将，就是一个人就要杀赤金国，全国叫他不要杀赤金国，怼鸠他杀赤金国。結果他十二道金牌回來召喚了他幾百次，幾千萬次，幾億萬次，結果終於死了岳飛，這個仆街不家產。好厲害，岳飛仆街不家產，終於死了保家衛國，你可以在保護國家保護人民，終於被國家人民害死了岳飛，怎可以拆開夾埋金國，好厲害，老婆被人屌，你媽臭閪，財產被人拿了，老婆被人屌，你媽踩岳飛，抵鳩你岳飛唔家產死啊！保家衛國為人民著想啊，點解抽岳飛？仲有呢個屈原，點解抽喺靠講啊？乜抽係仲撚衰過岳飛？點解岳飛靠揸刀揾，靠揸關刀揾食嘅？岳飛靠揸關刀揾食嘅，啱唔啱先？岳飛靠揸關刀揾食，揸刀揾食，岳飛即係刀手，刀手。這個屈原屌你老母，作詩喎，寫文章喎，唱歌喺條河度，臭閪，搭個船仔跳船游水游翻上條橋度再跳落嚟，臭閪，又搭船仔啊，臭閪，食粽啊，又行翻條橋度再跳落嚟，臭閪，跳落跳去，
浸佢唔撚死，結果都係死撚咗嘛就。呢個屈原能屌撚冇人踩，又係同岳飛一樣。呢個屈原能撚踩，又係同岳飛一樣，保家衛國。啊！保家衛國，同敵人啊，即係敵對國家對抗，保護自己國家人民同自己國家嘅健康，自己國家嘅人民幸福啊，同財產同健康。呢個屈原，你諗下呢個屈原，一個講字諗下就係寫字喎，諗下就係作詩，一個講字諗下就係作詩係溝女啊，保家衛國。但唔緊要啊，佢啲詩真係保家衛國啊，同啲文章啊，同埋得個講字啊，結果唔得，結果唔俾人掟落河啦，咁浸緊死咗，咁就係死緊一條河都。但啲人好撚好心啊，好撚好心一人，整啲粽掉落啲河度，費事啲魚食嗰個屈原嗰條屍體，等屈原死咗之後，條全即係死有全屍嘅屈原。死有全屍現象，多謝嗰啲人，多謝嗰啲人民啦。咁我啲人民，有幾個或者有一團咧，係想佢死得冇咁慘嘅，費事啲魚食佢，條屍食緊佢，屍骨無存啊，剩翻副骸骨啊咁樣。於是咧，嗰啲人民咧就整一啲粽，整咗幾千隻或者幾萬隻嗰啲粽啦，即係綠色啊，用荷葉包嗰啲粽啊咁樣，掉落條河度。掉落條河度咧，咁就俾啲魚食。咁啲魚咧，啲魚食咗啲粽啦，啊食咗啊人哋包嗰啲粽啊，咁就唔食屈原嗰條屍體咯。咁屈原就有全屍啊，就唔使死無全屍啊屈原。因為啲魚有粽食嘛，有荷葉包住咗啲粽，反正唔知竹葉啦，竹葉包住咗啲粽食啦。咁有粽食就唔食屍體，就唔食屈原條屍體。咁屈原就死有全屍，但唔緊要啊，講翻岳飛先。岳飛嘅國家唔啱產，因為十二道金牌變咗幾億萬字翻嚟，到最後呢、這個我唔知岳飛要殺金國，佢唔知保護金國定保護咩國家，保護元朝定保護元朝一支，結果佢俾人斬開七碌係咪？唔係，佢唔係七碌地盤咩？佢俾人斬開七塊